三十，欢迎大侠哥哥，欢迎大侠哥哥，欢迎三十。那不是起，那是起飞。除非晚上，除非晚上。对，很难的。晚上。姑姑和小红一样啊，在网络上认识的。就帅哥难得认可人，是吗？认可人就是注意，腿小块儿，进来。听完，扶大腿的，听完。扶脚，扶大腿。老子跟你小子说，别他妈没个脸。吓得还不敢。三十，那就哥哥，哥哥。一定朝着好的再发展，就干。好可以，三十。慢慢来。三十一。三年看看恢复。欢迎爱丽丝。三十二。其实都在努力，你等他们起来之后，三十三。支持小妹子。我直播一会儿一天两天。三十四。三年，现在刚刚不能努力，为了等你，别放弃，等，一起努力吧。刚才帅哥说一起努力，是吧？越来越好啊，没问题的。三十四，三十五，对呀，看看这一星的这个，三十六，后面的话咱能过五星行吗？啊，三十七，有文是谁？三十八，三十八，舌头擦不，擦重啊不。我等我帮忙一段时间，如果官方节目该抬我还是会抬的，没毛病事儿。三十九，都兄弟几个这句话够了，咱大哥不可能一直说，咱有事的话只是听，让国家军队四十一，
42，44，别猫着，好嘞。可以的，没毛病，是吧？45。该搞钱的时候好好搞钱，是吧？咱们抠的时候，抠起来的时候，咱们的话一起就是聚啊。47。会欺负他，就肯定这样。48。肖哥在跟我说这个呀。49。哦。肖哥在聊天。50。大家伙的话，有很多兄弟，我看到很多兄弟也。面哥。面哥。面儿哥，面儿哥，我来了。50。下播了吗，东南？下了。50。摸真了，是的，好哥哥。你也可以去黑马那玩一下，我看见了。脸都摸肿了，摸破皮了。50。说破了都，可以的，门诚哥没事过来甩几个飞机也是支持，可以的，够的，都有他有可能，你不可能打个把银行卡全给刷空了，我又不是大奶奶，我擦，你给我刷空不可能的呀，对不对？刷空了，你给我刷空了，我还赔你赔一下，水牛，不用了，连续呗，你刷空了，我们连续呗，是不是？做什么？有可能，玩个真心话，真心话，也是支持，可以的，问题不大。我暂时只能打个意思一下，可以的，兄弟们。那为什么玩个真心话？只是暂时，回来都会好的。大号三百人。你好。啊？大家好。9314167。不能耍。9314167。你想怎么搞别人？每个月刷个几百块，人力就热。可以的，几百块，永远。还有八。叫他什么概念？十个人十万、几千块、一百万、几万块。一万个人多少？几十万？我的妈呀！好，欢迎潘家公子。这个大哥挺好。怎么玩？怎么玩？这个可能要炸麦，我们连多人吧。怎么玩啊？怎么玩？我画了，最小了。最小了。吃的东西都没了，但是天蝎吃的东西没了，不点就没了呀。啊？有票的话，拖成就浅蹲吧。拖成浅蹲，输了就真心话。哦，浅蹲。50。其实我觉得过程可以玩真心话，真心话。就是问问你，你问，你想问我什么？我想问你昨天怎么了？我昨天怎么了？输了呀，有票就有。昨天哭了。好了，一个问题问完了。不是。问完了，你问我昨天怎么，我哭了。我是想问他为什么。你刚刚问我昨天怎么，我哭了。再问我为什么哭，第二个问题了。我问你呀、你怎么那么大的？什么？你怎么那么大的？可能吃的比较多。真的吗？我长得该长的地方了。真心话。对。我们前蹲呐、今天。好了，你问我了。你问做就最后再做吧，我们结束了再前玩吧。你有没有被 C 过？你有没有被 C 过？谁有票谁就问。现在我有票，你不能问我。你家有票你才可以问。我家有票才可以问你啊。对，现在我有票。你问我。你一下二十几岁了？九岁。九岁。昨天为什么不哭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因为叫我回家，我就哭了。要不再吃点？再吃点，回家是吧？我是十分胖的女孩子了，不如再吃。
吗？